快点！麻薯好，还是肉粽好？如果我烤糊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嘿嘿，阿力，喂，阿力，如果我烤糊了，你还会喜欢我吗？软乎乎。我是有内涵的小狗，豆沙县的。哎你。嘿嘿嘿。喂，想去前面看看。你想要来一块新鲜出炉的面包，小狗吗？喂。送你新鲜出炉的快乐。
尾巴是爱你的形状哦。